cappuccino fry moi americano gatamoi。大家好，我是赛昆仑。柬埔寨的周末呢，一定是要从吃果条开始，一家人找一个地方去吃果条。那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咖啡厅。Chinese food. Chinese food 什么你最爱的？我吃 Chinese 饭。Chinese 饭炒饭吗？妈妈，你给我那个 Chinese 饭有那个东西在里面吗？有什么东西？那是好吃的东西在里面呢。哦，那个像CV 是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那个糯米糬，就是有一个那个荷叶包着的是吗？里面有一个那个肉是吗？那是糯米糬啊，那个饭好吃，我知道了，糯米糬。看手机，就像你一样。哎，我怎么在这里啊？穿越了吗？大家好，我是赛昆仑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给我一个免费的赞哦。拜拜，我走了。